有事吗？这么看着我。没有，只是突然想到自己很少跟别人一起吃东西。那你有什么感想啊？看你喝得很香，发现自己更有食欲了。你这句话好像不像什么好话。当然是好话，这是一个来自消化科医生认真的夸赞。行吧，勉强接受，以后可以继续考虑拯救你了。嗯。